亲亲，大家好，现在为大家介绍这款非常时尚清新的硅胶厨具。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选择硅胶厨具，通俗来说，硅胶就是婴儿奶嘴的原材料。它不是胶哦，它可耐高温，环保无害，熔点可达400度，质地柔软不变形，更有很高的颜值。在国外，每个家庭几乎都拥有一套硅胶厨具哦。铁铲会破坏不粘锅表面涂层，损伤锅体。硅胶厨具安全贴合锅体，受到广大烹饪者的喜爱。它具有抗菌抗油易清洗特点，化学性能稳定，使用寿命长，轻便易握持，使用不烫手，可承受250度油温不变形不掉色。无论你是做中餐或者西餐，都可以出色发挥哦。粉粉嫩嫩的高颜值厨具，非常适合很有少女心的你哦。